時我哋睇博物館嘅時候，可能只講睇下展品啊，咁佢上面可能淨係會講下年份啊，同埋作者咁樣啦。但係我哋唔係好真正了解咁嗰個展品究竟係講咩嘅咧。咁咧經過今次實習之後咧，我哋其實要做好多嘅事前功夫啦，包括做research 啊，背下啲資料咁樣啦。咁樣就令到我對呢一方面嘅知識係增加咗好多啦。其實我個人本身就好喜歡博物館嘅，所以我就嚟咗今次嘅實習之後咧，就發現我哋應該去發掘多啲自己有興趣方面嘅嘢咯，即係嘗試下多啲新嘢先知道究竟邊一方面係適合我哋自己啦。咁呢一方面都對我遲啲去生涯規劃嘅時候有好大嘅幫助啦。在裏面我們其實可以跟不同同學合作，也可以親身試一下在一個博物館裏面進行一些很短的導賞團，也可以跟不同同學一起合作去了解一下不同博物館舉行的一些活動。而我參加了這個 program 之後，其實我覺得對於我將來的工作，其實我就知道了關於可以在博物館做事其實有些什麼體驗，也學識了怎樣可以在一個社會裏面，我們會怎樣跟人交流，而從中可以令到人哋在我們身上得到幫助咁樣咯。呢批學生咧，初頭可能有啲怯場啦，咁後尾咧就越做越熟啊，越嚟越中意同人講嘢。尤其是係初頭咧，我見佢哋話會見啲客人喎，可能唔係咁夠膽接觸嚇，後尾就越嚟越勇敢啦。不但只是自己在展廳裏面做一些小的研究去充實自己，除此以外他們還會懂得用不同語言去跟人講香港的故事。希望透過這個工作體驗計劃，首先去給學生了解一下究竟這一行博物館是做些什麼的，同時間希望破除他們對於博物館較為古板的印象。